鹿野村模范母亲赖鹏贵珠是瑞元村人，由于家境不好，所以她没有上过学，不识字。15、16岁就到和平部落割稻子、放牛，赚取微薄的薪资过日子。在那里和老公相遇，两人17岁结婚。贵珠与先生婚后从事水泥工、水电等工作，育有2个儿子、1位女儿。目前儿女都已各自婚嫁，有自己的家庭。你看讲话都不太好啊，讲国语的就这样子。我在哪里学习讲国语的？我在苏南那边都这样子。我苏南6个，阿祖2个了，现在还好。我有孩子照顾啊，真的谢谢啦。养育我们那么大，哦，其实他很辛苦的啦。谢谢妈妈。还妈妈，还妈妈都。我们也是一就是妈妈哦，就是父母亲哦，就是照顾我们这样子，我们还是要。孝顺父母亲的、啊，对妈妈辛苦了，这样子，母亲节快乐啊！哎，哎，把母亲节都上去了。贵珠放下持家的担子，在部落里享受退休生活。星期天上教堂，找时间和老朋友们一起出去游览，一起参加县府举办的原住民乐舞竞赛。